DSE 2013 ICT Paper 1A MC 第十五题，一题咧只有42% 考生咧答啱。题目就讲咧 ，Miss Wong 喺一间出版社里边工作 ，publishing company。咁咧佢要制造咧三种 document， 一就系一个 payment receipts， 即系收条；二就系 electronic book， 即系电子书；三咧就系 sales report template， 即系销售报告嘅范本。而家题目就问啦，边一个 document 咧应该用 PDF 格式？而不是用 DOC 格式呢？那我們首先就了解 PDF 即是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和 DOC 的格式呢，究竟它們主要的分別是什麼。基本上 PDF 呢基本上 是 read only 的， basically read only， 雖然你用特別軟件呢你可以改它 edit 它或者 annotate 它，但原本出 PDF 的目的呢都是 suppose 它 intention 就是不想個 user 去改動入邊嘅內容嘅，咁而 DOC 咧基本上就係 read and write 嘅啦。依度咧當然個 user 假設咧佢有一個即係 word processor 可以 edit 到 DOC 格式嘅一個嘅軟件。咁所以判斷一二三邊個應該用 PDF 咧，我哋就判斷下依個 document 嘅 purpose 嘅目的個用途係想唔想個 user 係改嗰個文件嘅咧？如果唔想佢改嘅咧，就用翻 PDF 啦。所以一Payment receipt 個收條收據，我梗係唔想個 user 改啦，佢改得咧，咁基本上咧，即係錢銀嗰度咧出問題，唔想佢改咧，所以應該係用 PDF 噶啦。第二，electronic book、e-book 電子書，咁啊書基本上都係唔 suppose 一個 user 去改入邊嘅內容嘅，咁所以咧 ，suppose 應該都用翻 PDF。三 ，sales report template 個銷售報告嘅範本，嗱範本咧即係話 suppose 係想對方係改嘅。因為 template 咧，基本上就要嚟 set up 一個 document 咧嗰個嘅格式，所以 suppose 係俾人改嘅，咁所以咧依個咧就唔適合用 PDF 格式，所以答案咧就 one and two only，B for boy。